香港电路保安事故协调中心表示，两个月之内收到41宗有关勒索软件求助个案，38宗确认入侵，不少的中小企业及非牟利机构均中招。有很多人咧，如果嗰、那个数据嘅备份做得唔好咧，咁佢冇办法咧，就系、是、一定要俾钱啦。其实最贵嘅唔系啲 I T 设备，最贵系数据，数据系无价。Loki 病毒主要针对 Windows 系统，可以潜伏229日。專家提醒電腦用戶提高安全意識，定期備份數據，中招之後立即中斷網絡，拔除 USB 設備，同時不應該交付贖金，助長不法行為。記者梁真在香港的報導。